来到了荷兰，然后第一站我们到荷兰就要去 Heineken Experiment， 是海尼根博物馆。大家也有看到那个画面，它那个超级生动的画面，配上那些影像啊，然后里面又有酒可以喝，虽然说我只喝一瓶，因为我真的太饿了，如果再喝下去的话，胃会很不舒服，所以我现在要去前往下个地方。来回公车票要11欧，真的是很贵。刚刚里面就吃了很多免费的气食。我今天从昨天啊到荷兰，全部都没有吃东西。我今天就是为了等这个气食，免费的气食，再吃一下。吃的过程中，然后他就突然没电了，他就突然跳电，超级大跳电。对，但是那个店家好像都不以为意吧，然后就继续卖，继续卖。我来到这个 Zandanshan 风车村，那个动物还比较重要，对我来说，这里有牛、有羊、有鸡、有鸭、有狗、有猫，什么都有，反正是动物我就喜欢。现在我们在coffee shop， 在荷兰的咖啡店就是指这种大麻，抽大麻。Exactly. What he says. 这里是 gay bar， 全部都是 gay bar， 哇！So， 哇，全部都彩虹旗。